我现在想要来煲一个排骨萝卜汤，我这边已经在开始切了，然后猪肉要用水烫一下。我们的汤煲好了。Hello 呀，现在是星期一，距离上次采购只有3天，我们又出门买菜了。今天来 Loblaws， 感觉人山人海。Let you see see 啊，停车场停的挺满的。我们今天打算来买做面包的食材，其实我们只缺酵母粉，对，我们就是来买酵母粉，可能一会儿又是两大筐拎回来。好吧，我们走吧。好冷啊，我们每次都穿那么少。这个地上箭头这样子过去，然后从这边再回来，不能反着走。我们先要买一个面包顶住先，万一自己面包做失败还有一个 backup。 我们打算再买一个这个2块钱超胖芝士包，这个肉档关掉了。就这一个，我们的酵母粉在哪里？哦，这个好，酵母粉。我们来买面粉，面粉，面粉 ，good。反正酵母粉呢，酵母粉在哪里啊？我找到了，没了 ，sold out。好了，放弃了。机智的我们刚刚已经买了3种面包了。这个是那种低卡路里的雪糕了，我想选一个 sea sour cream， nice。Good， 哇哦，看看排队买单的地方在哪儿，都看不见。在这儿，是这里有个框框起来，每个可以隔开。哇，要不换一个味道吧？啊，过来过来。哇哇，哇，你秒了。忙。第二个1分钟的时候放佐料比较好，这样它就不会粘在锅上，不然第一下放它就全部黑掉了，真的。我这个好像可以卖了。是啊。1分钟20秒。以后我们要3个人都要举手同意煎牛排才可以买牛排。你看这有害工种到，哇，那边感觉都烧窿了。每次煎个牛排，擦一次地。不错。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哇，快帮我拉下窗帘。哇，这个炉上面的油啊，跟水一样。晚餐好了，牛扒、土豆、豆芽汤，好奇怪呀，这个组合。Hello， 现在是星期二的下午6点多，我们今天晚上想要来做土豆红萝卜炖牛腩，应该是中午来吃的菜，因为比较下饭。但是因为中午上班没有那么长的时间，这是我第二次做了，上一次做的时候就做了1个半小时，中午的时候，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就打算晚上先把它做好，明天中午吃这样子。我上一次是在小红书上面找的食谱，然后我忘记是哪一个了，所以我现在再重新找一个吧。牛腩、土豆、姜片、八角、冰糖、生抽、老抽、盐、啤酒，应该不是没有啤酒。我们是打算用高压锅做的，所以就很快，
也不是很快啊，上次一个半小时，就比正常版的要快。正常版牛腩就要本身就要炖一个半小时，一个小时。我们那个牛腩应该炖15分钟就可以了，用高压锅。哇，这块也爽，这块也、这个、直接揪掉了，太完蛋了。现在把牛腩放到锅里面焯一下。配菜准备好了，蒜头、葱，这边是土豆，这边是萝卜。这个牛腩其实没有很多，感觉配菜好像有点喧宾夺主。OK， 我们现在下这个冰糖，烤热了之后就下肉。这个是刚刚压了几分钟的牛腩，我没有压熟，没有那么久，因为我配菜倒进去之后还要再压。现在配菜加进去了，跟刚刚的方法一样，再给它焖几分钟。我试了一个，这次辣椒加的有一点多，牛肉有一点辣，牛肉的油全都出来了，哇，还是很油的。今天中午我们搞一个辣椒炒五花肉，然后煮一个青菜。我上一次剥辣椒剥的手超级辣，晚上揉眼睛辣到自己了，今天我要戴手套。倒一点料酒，蒜蓉炒青菜灵魂，淀粉，现在6点多，我们做完一个多小时的 workout， 现在正在等待炸鸡和奶茶回来的路上。今天是星期四，星期四是什么日子？ Pop Ice。 星期四是我们的炸鸡 day。 出去一下，他妈洗了5次手了。我一会儿要跟同事们开一个会，这个会就是大家一起来喝酒，然后现在他来帮我调一个酒。你怎么手抖呀？露出来啦。我们今天晚上准备就吃一个冒菜，这边买的这个冒菜底料，我泡了一些木耳，然后这边切午餐肉香菜，这里还有青菜，大概就给它煮一下，然后用冒菜那个酱把它拌一下，稍微煎一下午餐肉，让它出点油。现在我们加这个冒菜的底料，感觉非常辣，加香菜，还有很多葱。我刚才发现它这个冒菜的包装上面是有汤的，我做的是个干锅。冒菜国内基本都是有汤的，其实。我现在来加一点鸡汤，做好了，超级简单，冒菜底料炒一炒，拌一拌。嗨，大家，我们现在到 Costco 了。超多人排队，队伍非常的长。这个是门口，然后一路排到那个顶了。他人多的时候是可以这样子排过来，再排过来，再 S 过去，再 S 过来。现在 Costco 要求每一个 membership 只能有2个人同时进来，然后我们是3个人，我们分了2批进来，现在躲在这个小走廊才敢站在一起，刚一直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。 Scan your membership card or touch need assistance。 今天我们要做炒乌冬，我们家终于又买到葱了，前几天葱没有了，做啥啥都不香。我们今天要来做炒乌冬，用这个乌冬，这是之前朋友来家里打火锅时候买的。我发誓我是最后一次用这个炉了，这个锅。我们家这个炒锅真的很有问题，它中间凸起来，两边下去，我油倒进去，油就在两边，中间没有油。加泡菜。
加点盐、胡椒，加点我的挚爱蒜粉，我的第二挚爱香菜粉，韩式料理的灵魂麻油，最后再撒一点葱花，最最后再撒一点芝麻。芝麻。芝麻。噔噔，我们的乌冬面做好了。我今天想要来做韩国炸酱面，然后这个是我买的韩国炸酱面的配料，就是它是粉，然后这边我就切了我的配菜，胡萝卜、土豆还有猪蹄尼。因为没有猪绞肉了，就打算炒这个牛肉的绞肉。这边是排骨，等一下用空气炸锅炸一个排骨。空气炸锅我现在正在给它预热。韩式炸酱炒完大概是这样，我第一次用那个酱料，然后也不知道大概量，不过还看着是个黑黑的。这边排骨快好了，你再烤一下下，给它上下色。麻酱炒好了，放在饭盒里备用，明天可以拌面吃，今天晚上不吃。今天中午吃昨天做好的炸酱，然后今天弄了炸酱面。